哎，你快上来啊！哎，志俊，闹爷，来，哈这啦。我赶快大包细包，小费嘞。哎，就娶囡仔，顶下头厝买嘛啦。啊，这都，阮爸因妈代志啊，到即马心情也是真无好啊。常常咧陪车陪困啊。我甲志俊都真烦恼，那想讲哦，陪厝到好料互伊食，看伊会较变较好无。哎，嘛是啊，啊志俊哦，真无甲咱想通，迄当时事主的身躯边，哪会知发生即款代志，无怪志俊会遮艰苦。嗯。 吴总，伊外表看起来啊，参像女强人啊，也不过伊上司也是家己啊，伊一定无希望老总裁吴怡遐尔伤心的。嗯，我以前咧讲无唔对啦，也不过你看，咱之前失去陈化时阵嘛，同款咧行袂出来啊。郑雪啊，这阵啊，你也较常关心恁爸爸咧，有恁的陪伴吼，伊才会当较紧来恢复精神啊。我知啊，我一定代替阮妈好好照顾阮爸。哎，阿姨啊，啊你袂记最近英文状况安怎啊？ 我拄啊，当你看熟啦，老实讲啦，迄卖拄个开幕时阵哦，也是真好啊。啊，不过即个开始哦，迄业绩是愈来愈慢，等你伤脑筋。嗯，嘛因为最近哦，真好买旗舰店啊，打开幕，有办一寡优惠活动，啊，阮的业绩哦，加减有影响着啦。不过阮很信心，过不外久一定发到叫回来。有对恁娘真有信心吗？啊，是讲刘教迄边一定出阿无的，恁哦一定要提防。 这是一个长期战争啊，一定要胜的。嗯，我知啦，我一定随时注意，互相提醒。啊，其实今仔我会来关心恁爸爸的状况哦，主要嘛是甲阮公司最近当初改选关系啊。改选？啊，我两次讲恁妈妈离开了后，伊当属于的位是恁爸爸报起的。阮本来嘛是安尼想啊，只是想袂到当初的死鬼哦，也是去予个。 阮若今推荐的洪生医院的副院长提起啊，啊？哪安尼啊？敢讲这左小安想要拆除洪腾的经营哦？伊野心到遮尔大？哼，伊的野心就是遮尔大啦。我嘛搁在生的时阵，对提洪腾金嘛，伊叫我拿金哦，不准插手公司的代志啊。只是想袂到，我嘛是离开了，伊就随家手，出现公司内底啊。今麦甲这两情烦了，以后公司一定真大变化了。 郑群啊，我知影即摆问这个问题哦，是有较自私啦。伊毋过我阁无法度无问，恁应该袂用安尼用高投资的阮的资金都扣断了吼。无先看开是白啦，只要恁也是，我一定会做准。我相信洪腾无理由安尼做啊。所以你安尼讲起来，你是伫烦恼周小安会做出啥物你计为意外的代志，所以才来问阮今年状况。无毋对，不过你看是。 只要你洪腾的一天，我对真全的，洪志忠代志发生。嗯，郑雪啊，多谢你安尼甲我消停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甲袂着好我经营，迄业绩个一定会愈来愈好的啦，不要你落亏。乖乖讲啊，我嘛找时间去看恁爸甲郑姨，甲安慰一下。多谢你啦，安那时间差不多，我了来走啊，恁无用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安尼无送，恁顺行的吼。拜拜。嗯，这里哦。 想袂到，啊，事先咧想想最早，嘛当时换人做啦，欸，好好一间厝，啊，因为女主人无去哦，啊，规间乱臭臭。唉，看来志勇真系失志哦，嘛足唔甘的，嘛我想起哦，较早失去陈浩的痛苦。其实我这个角度想啦，因只是早咱一步去天顶啊，啊，总有一天哦，咱一定有法度甲咱相爱的亲人都见面的，只安尼想，心情就会较快活。 嗯，对啊，我今嘛嘛等你期待，等个陈浩上好一天。嗯，哎，我是在做啥呢？啊，倒一个水嘛倒袂好，哎，是不要闹别啊？我请来变手机。啊，不急不急，我叫李可秀来变哈。啊，喂，你听我叫李可秀来变我办公室啦。你讲啥？伊无来啊，无请假。 啊，无你叫小金来啦，连伊也无来，啊嘛甲我无请假。好啦好啦，无你现在叫谁人来拼啦？啊，李可秀无来上班咯。哎呀，含小金也无来咧。哎，这奇怪呢，李可秀无参像迄款做代志无负责任的人啊。伊之前才叫你只要拍尔，敢会是因为安尼受伤啊，甲两姐厝无人照顾伊啊？
你不是有的电话赶紧打电话给他啊，赶紧对对对，我打电话。哎呀，没人接呢，哪会这样啊？伊自从来上班以后哦，都唔捌请假过，嘛唔爱花安尼找无人呢。迄根本是让我又着伊出代志啊！妈，袂啦袂啦，你莫有白想啦。无紧无紧，我即摆有来找你话。你要亲自去找伊？对啊。哦，我这头家娘哦，都上好上爱心啊！啊，当然嘛，搁较关心这种身障人士对不？啊，我来莫讲，我今日去找伊吼，你讲好，我先来。妈对李先生这么要紧，已经超过一个头家对员工的关心吗？敢讲伊对这个李先生有特别好感？无可能啊！妈对爸遐尔专情，哪有可能介意着别人？应该是我想太多啊。